我認同任志剛先生對歐美經濟嘅狀況，可能對香港經濟所造成嘅衝擊同埋影響，呢一點咧我係認同嘅。但係正正因為係咁咧，香港社會更加需要一個有領導力、有魄力，同埋咧係勇於擔當、有國際經營經驗嘅一個人咧作為領導人。 我喺財金界咧，亦都有好多嘅朋友不斷係為我出謀獻策。我相信咧，日後如果能夠當上行政長官嘅話咧，都能夠得到佢哋嘅繼續嘅支持。